朋友们，2024年2月6日，我们继续来读经。今天会读到的章节有约书亚记19、20、21、22章。好的，我们先来到约书亚记第19章。第二签是西缅，是西缅支派的人按着宗族抽出的。他们所得的地业是在犹大人地业的中间。他们所得为业之地是别示巴，或名示巴、摩拉大、哈萨苏亚、巴拉、以森、伊勒多纳、比土利、荷尔玛、喜格拉、伯、马加伯、哈萨、苏萨、伯、尼巴物、沙鲁显，共13座城，还有所属的村庄，又有雅音、利门、以铁、雅山，共4座城，还有所属的村庄，以及这些城镇周围一切的村庄，直到巴拉比尔，就是尼格夫的拉玛。这是西缅支派的人按着宗族所得的地业。西缅人的地业取自犹大人的土地，因为犹大人所得的份过多，所以西缅人从犹大人的地业中取了地业。第三千是西布伦人按着宗族抽到的，他们地业的边界延伸到撒利，他们的地界往西上到马拉拉，达到大巴色，又达到约念前面的河，又从撒利往东转到向日出的方向，经过吉斯律他伯的边界到大比拉，又上到亚非亚，又从那里往东，经过加特西弗，到以特加逊，通到宁门，延伸到尼亚。这地界在北边绕过尼亚，到哈拉顿，直通到伊弗他、伊勒谷，包括加他、拉哈拉、森伦、以大拉、伯利恒，共12座城，还有所属的村庄。这些城镇和所属的村庄是西布伦人按着宗族所得的地业。第四千是以撒迦，是以撒迦人按着宗族抽出的，他们的地界是到耶斯列、基苏律、苏炼、哈弗年、示岸、亚拉哈拉、拉比、基散、亚别、利勉、隐甘宁、隐哈大、伯帕薛。这地界达到他伯、撒哈喜马、伯士麦，他们的地界直通到约旦河为止，共16座城，还有所属的村庄。这些城镇和所属的村庄是以撒迦支派的人按着宗族所得的地业。第五千是亚瑟支派的人按着宗族抽出的，他们的地界是黑甲、哈利、比田、亚萨、亚拉米勒、亚莫、米沙勒，往西达到加密，又到西格、利纳，又转到向日出方向的伯大滚，达到西布伦，又往北到伊夫他、伊勒谷，到伯、以莫和尼叶，又通到加布勒的左边，又到伊伯伦、利和、哈门、加拉，直到西顿大城。这地界转到拉玛，直到坚固的推罗城。这地界又转到河萨，靠近雅格西一带的地方，直通到海为止。又有乌玛、雅弗、利和，共22座城，还有所属的村庄。这些城镇和所属的村庄是亚瑟支派的人按着宗族所得的地业。第六千是拿弗他利人，是拿弗他利人按着宗族抽出的，他们的地界是从西利弗，从萨拉因的橡树、亚大米、尼吉和亚比色，直到拉贡，直通到约旦河为止。这地界往西转到亚斯纳、他伯，从那里通到户哥，南边达到西布伦，西边达到亚瑟，向日出的方向达到约旦河的犹大。坚固的城有西丁、策尔、哈莫、拉贾、基尼涅、亚大马、拉玛、夏索、基底斯、以德莱、银、夏索、以利银、密大、伊勒、何年、伯、亚纳、伯、士麦，共19座城，还有所属的村庄。这些城镇和所属的村庄是拿弗他利支派的人按着宗族所得的地业。
但支派按着宗族抽到第七签，他们地业的边界是索拉、以斯陶、伊尔士麦、萨拉宾、亚亚伦、伊提拉、以伦、廷拉、以格伦、伊利提基、基比顿、巴拉、伊胡德、比尼、比拉、加特、宁门、美、耶坤、拉坤以及约帕对面的地界。当但的子孙失去他们疆土的时候，就上去攻取逆善，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得了那城，住在城中，以他们祖先但的名字将逆善改名为但。这些城镇和所属的村庄是但支派的人按着宗族所得的地业。以色列人按着疆土完成的地业的分配，就在他们中间把地给嫩的儿子约书亚为业。他们照着耶和华的指示，把约书亚所要的城，就是以法莲山区的廷拿、希拉给了他。约书亚修建那城，住在城中。这就是以利亚撒祭司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及以色列各支派父系的领袖，在示罗会幕的门口耶和华面前抽签所分得的地业。这样他们就完成了分地的事。约书亚记二十章，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我借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无意中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要作为你们逃避报血仇者的城。杀人者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站在城门口，把他的事情陈述给那城的长老听，他们就要接他入城，给他地方，让他住在他们中间。若是报血仇者追上了他，长老不可把他交在报血仇者的手里，因为他是无意中杀了邻舍的，并非过去彼此之间有仇恨。他要住在那城里，直到他站在会众面前受审判，等到当时的大祭司死后，杀人者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于是以色列人划分拿弗他利山区、加利利的基底斯、以法莲山区的示剑和犹大山区的基列亚巴。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他们在约旦河的另一边，就是耶利哥的东边，从吕便支派中在旷野的平原设立比西，从加德支派中设立基列的拉莫，从马拿西支派中设立巴珊的戈兰，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和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指定的城镇，使凡误杀人者可以逃到那里，不至于死在报血仇者的手中，直到他站在会众面前受审判。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利未人的众族长进前来到以利亚撒祭司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及以色列人各支派父系的领袖那里，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从前耶和华曾借着摩西吩咐给我们城镇居住，以及城镇的郊外供我们牧养牲畜。于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的指示，从自己的地业中把这些城镇和城镇的郊外给了利未人。哥辖族抽了签，利未人中亚伦祭司的子孙，从犹大支派、西缅支派、便雅悯支派的地业中抽签得了十三座城。哥辖其余的子孙，从以法莲支派、但支派、马拉西半支派宗族的地业中抽签得了十座城。格顺的子孙，从以撒迦支派、亚瑟支派、拉弗他利支派、住巴山的马拉西半支派宗族的地业中抽签得了十三座城。米拉利的子孙按着宗族，从吕便支派、加德支派、希伯伦支派的地业中得了十二座城。以色列人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把这些城镇和城镇的郊外抽签给利未人。
他们从犹大支派和西缅支派的地业中给了以下所记名字的各城，就是给利未人歌辖宗族的亚伦子孙，因为他们抽到第一签，把犹大山区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和示维的郊野给了他们。亚巴是亚纳族的祖先，但是这城的田地和所属的村庄却给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为业。他们把希伯伦，就是误杀人的陶城和城的郊外，给了亚伦祭司的子孙，又给了利拿合成的郊外、亚提尔合成的郊外、以实提莫合成的郊外、何伦合成的郊外、底壁合成的郊外、亚因合成的郊外、于他合成的郊外，以及博斯麦合成的郊外，共九座城，都是从这二支派中分出来的。又从便雅悯支派的地业中给了基遍合成的郊外、加巴合成的郊外、亚拉图合成的郊外，以及亚勒们合成的郊外，共四座城。亚伦子孙做祭司的共有十三座城以及城的郊外。利未人歌辖的宗族，就是歌辖其余的子孙，抽签所得的城是从以法莲支派来的。他们把以法莲山区的事件，就是误杀人的陶城和城的郊外，给了歌辖其余的子孙，又给了基色和城的郊外、基伯仙和城的郊外，以及伯和伦和城的郊外，共四座城。又从但支派的地业中给了伊利提基和城的郊外、基比顿和城的郊外、亚亚伦和城的郊外，以及加德临门和城的郊外，共四座城。又从马拉西半支派的地业中给了他纳和城的郊外，以及加特临门和城的郊外，共两座城。歌辖其余的子孙共有十座城以及城的郊外。利未人宗族中可顺的子孙，从马拉西半支派的地业中所得的是巴山的歌兰，就是误杀人的陶城和城的郊外，以及比斯提拉和城的郊外，共两座城。从以撒迦支派的地业中所得的是基善和城的郊外、大比拉和城的郊外、耶莫合成的郊外，以及隐甘宁合成的郊外，共四座城。从亚瑟支派的地业中所得的是米沙勒合成的郊外、牙顿合成的郊外、黑甲合成的郊外，以及利合合成的郊外，共四座城。从拿弗他利支派的地业中所得的是加利利的基底斯，就是误杀人的陶城合成的郊外、哈莫多尔合成的郊外，以及加尔旦合成的郊外，共三座城。格顺人按着宗族共有十三个城以及城的郊外。其余的利未人，就是米拉利的子孙，按着宗族从希布伦支派的地业中所得的是约念合成的郊外、加尔他合成的郊外、丁拿合成的郊外，以及拉哈拉合成的郊外，共四座城。从吕遍支派的地业中所得的是比西合成的郊外、亚杂合成的郊外、基底莫合成的郊外，以及米法亚合成的郊外，共四座城。从加德支派的地业中所得的是基列的拉莫，就是误杀人的陶城合成的郊外、马哈涅合成的郊外、西斯本合成的郊外，以及亚谢合成的郊外，共四座城。利未宗族其余的人，就是米拉利的子孙，按着宗族抽签所得的，共十二座城。利未人在以色列人的地业中所得的城共四十八个，还有城的郊外。这些城的四围都有郊野，每个城都是如此。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要给他们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赐给他们全境安宁，他们所有的仇敌没有一个能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所有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全都应验了。约书亚记二十二章
此后约书亚召了女辨人、加德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也都听从了，你们这许多日子都没有撇弃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且遵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命令。如今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的弟兄得享安宁，你们现在可以返回自己的帐篷，回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只是务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和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紧紧跟随他，尽心尽性侍奉他。于是约书亚为他们祝福，送他们回去，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帐篷去了。摩西在巴山曾把地业分给马拿西的半支派，然后约书亚在约旦河的西岸，在他们弟兄中又把地业分给马拿西的另外半支派。约书亚送他们回帐篷的时候，为他们祝福，对他们说，你们要把许多财物、许多牲畜和金银铜铁以及许多衣服带回你们的帐篷去，要把你们从仇敌夺来的东西分给你们的众弟兄。于是女辨人、加德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从迦南地的示罗起行，离开以色列人，回到他们以得为业的基列地，就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而得的。女辨人、加德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到了迦南地的约旦河一带地方，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一座高大壮观的坛。以色列人听见了，说，看了，女辨人、加德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在迦南地对面约旦河一带地方以色列人的境内筑了一座坛。以色列人一听见，全会众的以色列人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以色列人派以利亚撒祭司的儿子菲尼哈往基列地到女辨人、加德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那里，和他同去的还有十个领袖，以色列每个支派在富家中各派一个领袖，这些人每一个在以色列族系中都是富家的领袖。他们来到基列地，到女辨人、加德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你们今日离弃耶和华，不跟从他，干犯以色列的神，悖逆耶和华，为自己筑了一座坛，你们所犯的是何等的罪？从前我们在比尔犯的罪孽，导致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甚至到今日都还没有洗净，这还算小事吗？你们今日竟然离弃耶和华，不跟从他，你们今日既然悖逆耶和华，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若你们认为所得为业之地不洁净，可以过来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的帐幕所居住之地，在我们中间得地业，你们却不可悖逆耶和华，也不可背叛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坛以外为自己筑坛。从前谢拉的曾孙雅干岂不是在那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导致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会众吗？死在他所犯的罪中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而已。于是吕遍人、加德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回答以色列族系的领袖说，大能者神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他已知道，愿以色列人也知道，我们若有悖逆的行为或是干犯耶和华，你今日就不要让我们活着，若我们为自己筑坛离弃耶和华，不跟从他，或将燔祭、素祭、平安祭献在坛上，愿耶和华亲自追究。不是这样，我们做这事的原因是惧怕将来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耶和华以约旦河做我们和你们女辨人、
迦得人的交界，所以你们在耶和华里无份。这样你们的子孙就使我们的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了。因此我们说，不如为自己筑一座坛，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样的祭，而是为你我之间和后代子孙之间做证据，好使我们也在耶和华面前献我们的燔祭、平安祭和别样的祭来侍奉他，免得你们的子孙将来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在耶和华里无份。所以我们说，将来他们若对我们或对我们的子孙这样说，我们就可以回答说，你们看，我们列祖所筑的坛是耶和华坛的样式，这并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样的祭，而是作为你们和我们之间的证据。除了耶和华我们神的帐幕前的坛以外，我们绝没有意思要为着献燔祭、素祭和别样的祭而另外筑一座坛，悖逆耶和华。今日你既不跟从他，费尼哈祭司与会众中的领袖，就是与他同来那些以色列族系的领袖，听见吕便人、迦得人、马拉西人所说的话，就都看为美。以利亚撒祭司的儿子费尼哈对吕便人、迦得人、马拉西人说，今日我们知道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因为你们没有向他犯悖逆的罪，现在你们把以色列人从耶和华的手中救出来了。以利亚撒祭司的儿子费尼哈与众领袖离开了吕便人和迦得人，从基列地回迦南地，到了以色列人那里，就把这事向他们回报。以色列人看这事为美，以色列人就称颂神，不再说要上去攻打吕便人和迦得人，毁坏他们所住的地了。吕便人和迦得人给这坛起了名，因为这坛在我们之间见证耶和华是神。好的，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为止，明天我们再见。